一万个日子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孩从小到他长大，甚至结婚生子，每次参与他们的结婚典礼都会让我非常感动。一万个日子，从民国83年全国首创代理民众申报所得税这样的一个服务，到今年已经突破了10万人。因为所得税申报的服务，让我有机会更了解选民的想法及需求，选民已变成了我的好朋友。一万个日子，只要是攸关地方的一个重要建设，所谓一定亲自到场去现看去了解，这样子我会更放心，也能够更积极去争取地方所需要的一些建设。一万个日子，小孩在我心中永远是最重要的。虽然他们没有选票，但是他们是我们的未来。我们也互相约定，明天会更好。期待我们的小孩都能够快乐的长大，快乐的成长。一万个日子，很多的长辈陪着淑慧从上虞到现在欧巴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由淑慧来照顾你。一万个日子，感谢有你们的陪伴。未来的日子，让我们更努力。幸福不等待，改变趁现在。我是台南市第5选区立法委员候选人蔡淑慧。